屠杀与定然生死，不贪婪，选择想要过这些最尊贵的，只要先生。所有让他不该有的放心，也亏欠了很多人。现在，我想把过去遗憾的、做错的、尽力挽回。可冥冥之中，总有一双无形的手，将一切扼回原地。张大人可相信前世注定？比起虚幻的前世，在下更相信前世。你找到了，他误入歧途，求大人医一医。